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做一个神奇的小枕头。为什么说它神奇呢？别着急，答案在最后揭晓。枕头的正面我用了六种不同花色的布来拼缝，让我们沿着布边把这六块布拼成一个长方形。拼好之后的反面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接下来我们要用一长一短两块布来做枕头的底，把面部和底部的正面冲里，然后我们要缝合。为了让枕头更好看，我剪了一条长长的布捏褶，放在正面跟反面的中间一起缝合。为了让操作更容易，我们可以先用布条抽褶，然后先缝在底部上，最后再与表部一起缝合。为了使表部的反面更平整，我加了一块衬布。将表部和里部缝合之后，我们可以从之前预留的枕头的反面的那个口把布翻过来。接下来我们要在枕头的反面长短布交接的地方锁扣眼、钉扣子。首先我们要用水溶笔确定扣眼以及扣子的位置。我们要将扣子钉在下面的布上。扣眼我用的是锁边缝的方法，针从布的下面入，上面出，然后将线绕针一圈。从未离开，阳光终将会聚散阴霾，别怕孤单。好啦，扣子和扣眼都已经处理好了，让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吧。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枕芯，我用了一块长方形的布，然后折成了风琴褶，这样就出来了两个口袋。我将其中的一个口袋装上了荞麦皮，另一个口袋就是眼前的这些黄豆了。我的第一个黄豆枕头其实是我婆婆送给我的，因为这样可以缓解颈椎的压力，枕起来呢也会感觉头轻目明。好了，最后我用了锁边缝的方式来封口，针脚不要太大，小心黄豆和荞麦皮会露出来。这个枕芯里荞麦皮的填充量啊，我用的比较多，因为时间久了荞麦皮啊就会被压碎，枕芯呢也会渐渐的就变平了，所以建议大家刚装的时候呢可以量稍微多一些。好啦，稍微用点力，我们将这个鼓鼓的枕芯塞进枕套就完工了。效果看起来还是非常不错的，这已经是我第二个黄豆枕头了，我很喜欢，推荐给你。喜欢我记得加关注哦，我们下期见。